我们其实没有受到党中央或者是说这个包括侯市长，侯市长是新北市长嘛，所以当然也不会协调到台北市这边来。那我想我的态度是这样子，徐巧芯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既然我说我要参加初选，我们就会力拼到最后一刻。我也对我今天的选情非常有信心，今天开始进行电话民调，那其实我今天早上也进行了一场马拉松，但是不是真的去跑步，而是市场的马拉松，连续扫了5个市场，寻求信义南松山的好朋友对我的支持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大家感受到，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荣民伯伯他们都告诉我说，他们投了费鸿泰委员一辈子，那跟我的想法一样，很感谢过去他对我们信义南松山的贡献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，我们不要依赖过去，不要被现在淘汰，而且我们要迎向未来。所以很多眷村伯伯都说，过去他支持费鸿泰30年，但今天他会让国民党有世代传承的机会，会支持徐巧芯，让年轻世代能够传承，让国会战力能够加成。我今天一次扫了5个市场，所以基本上一定会碰到的，所以我不只碰到了费鸿泰委员，我还碰到了民进党也在初选的其他的议员。那我想大家这一次的初选是一个君子之争，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很轻松的那握个手，那我们都在忙碌于争取选民的支持，所以很快的就赶快回去跟选民拜托了。海皇 XO 干杯驾，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3倍。这么好的干杯酱去哪里买？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